就我比较有些时候就会自闭，对。你啊，天性格。从小到大，没有跟这么多的男的相处过，我们班都没有超过20个男生。是我们队里边的搞笑担当，就是开心果，开心果。报告，我是箭所卫队的箭所卫舰的杨宗纬，我身上的两个闪光点是：一是发量浓密，二是毛发旺盛。嗯，行，发量浓密跟毛发旺盛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不是一个意思，有些人毛发浓密，但是发量稀少。这是你作为男人的闪光点吗？是的。Yeah. 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只能算第一。还有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，我是目前20个追光者当中颜值最高的一位。颜值最高的一位。作为男人颜值高算吗？算。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。天随手说，大手风雨中的念头算什么？不要怕。我现在整个身体都想跳舞。对，我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舞蹈细胞。我也可以舞蹈 solo 啊，我也可以舞蹈 solo 啊。这边，嗯，哦 ，sorry， 别想他们个头，我不会甩啊，额头，哎呦，额头，来，我不想，来吧，展示，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五六七走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我宣布，新年追光游园会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备光速。榴莲，榴莲，一颗六十块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刘备光速。榴莲，大刀，李子夹。吴老师，您是要来一段九节鞭吗？来，但是这个九节鞭竟然打了死结。可以可以，哎，这是我们新买的死结鞭啊。死结鞭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京 AD 209工作室登场，有请。我操！哎，啊，你说什么？他说的是句英文。What's up？ 我说 What's up？ 今天给各位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游戏。想知道是什么吗？讲啊，下去，别问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吓我一跳。好的，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迎接完之后，统一给大家宣布。谢谢，谢谢各位哥哥。自己人，这是我南哥的事。自己人，自己人，来来来来来，一步台侧，一会儿见。掌声有请 ，Three Five 工作室有请。不是 Three Five， 是 Three。泰国的 New Year 叫 Songkran， 哦，泼水节是吧 ？Songkran， and then we splash water each other， 因为泰国很热。哦哦。我放饭呢。让我们掌声有请箭所卫舰登场，有请。今天放赢了。我看各位才子也是有备而来，
每个人都拿着给我的小礼物，请问是代表着什么含义呢？爷，六爷，六爷，咱露个脸呗。啊，我这个是蒙面大侠，蒙面大侠之东方不败，不是蒙面大侠之江湖狠人，就是点穴用的，这个是，然后这个送给你。啊啊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老师，再见。老师，我要点穴的要拿走了、啊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还怎么还要回去了呢？这个也是我，不是，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收回来啊。商量商量呗，不是了，好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慢走。刚才那个表演是上上乘的高级的一个表演，编曲的巧妙，音色的调配，五个人在画面当中恰如其分的出现了，唯独是状态你们是过于认真了，把这个演出看得太认，稍许有一点点紧张，保持你们对舞台的敬重和尊重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在对艺术追求的道路上，俗是境界的问题，伪是人品的问题，如果在俗和伪之间，我希望各个在你们艺术道路上宁俗不伪。刚才那个秀我觉得突然给我带到了一种夜场秀的感觉，整个灯光音响烟雾效果包括舞者画面配合的切合主题，而且一点没跑题，反而更加的惊喜 unexpected， 节奏感非常好，我觉得这是我看到飞天目前结合的现场感最好的一个，非常好，非常非常燃，非常炸，做到了你们想要做到的事情。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，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准确的契合点，但你们刚才这种表演像飞天这首歌，包括你们的呈现形式，恰恰是可以国际接轨的。我们的节奏，我们的审美，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文化和世界也是共同的，说这种文化的真正的走出去，刚才你们表达得非常的准确和到位，谢谢。豪哥，什么玩意儿叫棒棒棒？你连穿的都知道。不光豪哥给你棒棒棒，现在还在连夜赶涂鸦的那个也会给你棒棒棒，给他们赶下来吧，咱上去练会儿去。啊？咱买点吃的喝的，说你们太累了，犒劳犒劳你。来来来，咱把东西给他们吃，完说撤道具，道具要两个小时。给他们啤酒里给他们兑点巴豆，俩小时他们都未必能回来。第二天也不行。对。第二天那就显得咱们有点卑劣了。就是你啊，那是。那是你啊，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哦，来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空间大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好，坐一下，没杆啊，没杆。来，你举着臂来一个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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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老师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是那个舞步是什么舞步？来一个，来来来，对。